Bonk. Yeah!
金をつかまれるんだ。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自尊のあるか教えてくれたら命が教えてきろ。彼に伝えて。只要你说出海军的宝贝藏在哪，就不会烧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藏着。摸门儿。大哥，海军把他交给我，不行，这不服。